罗宾森在球迷关注下逐一投出三分球。为了迎接 NBA 热火队当家射手罗宾森，台北车站大厅搭建一个临时的篮球场，和 PLG 球星高国豪、简廷照互尬三分球。规则是45秒投完5个点，每个点3球，进一球算1分。最先上场的简廷照投15球中8球，高国豪紧接登场，同样是15投8中。压轴登场的罗宾森投进10球，成为最后赢家。很新奇，然后很荣幸刚好这次机会可以跟 NBA 球星一起参与这次的活动。那其实，在投篮的过程也看到他真的是一个顶级射手的状态，是一个非常棒的球员。29岁的罗宾森生涯三分球命中率高达39.9%，是 NBA 最快投进生涯500颗三分球的球员。现场吸引超过300位球迷朝圣。再三一个。罗宾森在赛后跟球迷互动，邀请粉丝上场一起投三分球，民众踊跃举手，希望能被选中。这回出席活动，罗宾森一如往常的亲民作风，对于球迷的合照、签名要求来者不拒，再度展现高人气。三立新闻和孟卓雄、孙俊小组台北采访报道。